六月六号不棒不要看，中信棒打统一糗还嗨，詹子贤生涯首发满贯炮，加上黄君生本季首轰，兄弟笑纳四连胜。Sister 也是十六人全员到齐，这球打穿了。詹子贤最近慢慢的又回到了他扛下第四棒之前的手感。嗯，他这毛巾呢看起来有点像是，但是不是很确定。哇，这球受到点挤压，但是打出了一支德州安打。哦，陈杰杰稍微漏一下，现在利用机会要上三垒安打。哇，这是一个垒包的失误。陈杰杰太快要处理下一个动作了，你会发现说他球还没接近手套，他就做一个抬头的动作，就会这样的一个小miss造成他接球的失误。这一棒打到了中间偏右外野方向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，果然长打来了。陈子豪的脚程现在绕过两个垒包冲，本垒是有机会的，果然不错，他选择冲了，而且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我这一支安打也带有两分打点，让中信兄弟现在12-0领先。右外侧偏高，直接四颗坏球，也是今天罗里奇投出来的第一个保送。好，现在周世基走了，结果起跑的时间点掌握的真的非常好。这棒拉回来，一垒方向，一垒手还漏一下，接下来的话张志豪要上垒了。若是第一时间接近手套还有机会了。没错，有一半的人是会自发性主动带着球的。哇，这球打穿了三球之间，结果周思齐回来得分没有问题，詹子贤今天2-2。快来台湾看棒球，陈子豪这一球扛到左半边，朱姐向后退，有球落在 warning track， 一个弹掉之后，这是一个长第二垒安打，所以呢，三垒上的跑者可以回来得分，一垒上的跑者可以上三垒，然后陈子豪自己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，这一棒拉回来，还是打二垒方向，这一次林敬凯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没有问题，抓到这个出局数，三出局结束了，在三局下半中信兄弟的进攻，但他今天好像跳得非常的放得开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詹子贤敲出了这一支平飞安打，今天三支安打率先猛打赏。这棒打成了左半边的飞球，左野手过去，苏志杰说出去了。哇，这球感觉好像没有打得很好哦，但是形成了一发两分全垒打。不过苏志杰的手势第一时间就告诉他说，他好像已经没看到球了。这球打了一个内野的高弹跳，游击手接到之后，岳东华稍微绕一下再传，来不及了。这球打到了左半边的飞球，有机会啊，落地，结果落在 warning track。来看到陈杰宪现在绕过二垒，绕过三垒，要冲本垒，应该是没有问题了。所以统一在六局上半也靠着两支连续安打，现在打破鸭蛋，1-6。这一棒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向后退，不用退了 ，Awesome Mio。再来一发两分全打，而且是在球数上绝对落后的情况之下，莱福利来了一颗好球，但是当然苏志杰也猜到这个时候好球应该要来了，所以前面两次虽然被三振，但这一次用一发两分炮来回敬。这一棒打成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陈杰宪向后退，球都落在了 warning track。二垒上的跑者王威成现在绕过三垒冲，本垒没有问题，一垒上的跑者也上了三垒。这一棒二垒安打带有一分打点，中信兄弟现在是7-3。打第一球，左半边的飞球，左眼方向 ，Awesome Mio， 直接扛出了球场外的满贯全垒打。詹子贤本季的第六发全垒打，让中信兄弟现在一口气把领先拉大到11-3，八分差。好，现在刘轩达确定退场，这个一场比赛没有解决任何一名打者。卡其色，这一球打到右半边的飞球，右外野手向后退，又出去了，又是一发三分全垒打。这个半局仍然没有任何人出局，14-3。真的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傅宇刚今年球季的九场初赛里面呢，投了8/3局，被打了16支的安打，9个3振，2个4坏球保送。我这一棒打到了右半边，结果刚好落入了守备布阵当中，
三安出局，结束了中英兄弟在六局下半的进攻。这棒打到了二垒方向，吴东龙接到之后传向一垒，三安出局，也结束了这一场比赛。中场的中英兄弟就是14-3，顺利的击败统一 CBA 的10队。